我们 Web 2.0 的这些个平台已经嫁接到我们的 Pi Network 里面 Web 3.0 里面来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首先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派券券的这个网址，然后复制一下粘贴到我们的这个派浏览器里面来，派浏览器上面这个搜索栏粘贴，然后呢点击回车键搜索，在我们浏览器里面看到没有，就是 Web 2.0 的生态派券券来了。看里面有什么呢？在线点餐、出行、餐饮、充值、购物，同城酒店、滴滴打车、特价饮票、同城机票，还有美团外卖、饿了么外卖，还有滴滴打车、滴滴加油。对，在我们这个里面包括院线看电影全都在里面哦。出行餐饮，肯德基，这就是意思就是说 2.0 里面的东西直接就到我们这个 Web 3.0 看，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、芒果、网易云音乐、喜马拉雅、百度、 QQ、 美团外卖、 QQ 会员，看到没， PP 体育，就是 2.0 的东西， Web 2.0 的东西直接到这个我们的 Web 3.0 里面来了。再点开同城就近的东西也可以看到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派券券厉害了吧，还有购物，对吧，京东，然后淘宝、抖音、拼多多、唯品会，对吧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这个派券券的这个商城里面囊括了我们 Web 2.0 里面的所有的东西，直接在我们的派浏览器里就可以搜索，就可以下单哦，这个就厉害了，对吧？唯品会自营，大家可以打开看看。